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，美国国防部宣布，雷神公司已获准签订价值近 2.8 亿新台币合约，要在台北部署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。根据该项公告，此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将在2024年4月3日前部署完成。美国国防部在4月4日公布的声明中说，雷神东南亚系统公司获得一项价值 903.5 万美元海外军售合约，要在台湾台北设置导弹防御系统。该声明指出，这项支持工作将在台北进行，预计2024年4月3日完成。